下一个是我们行动电影院，各位，这两个颜色真的是很好看，这两个糖果色真的是梦幻缤纷哎，这个如果当圣诞礼物就可以了吧？可以。这个给，这是我们一样是我们摩比亚的21标21标21+1+1，我们今天呢有浅蓝跟粉色，浅蓝跟粉色两种选择，各位现在如果你们手边你们身边有行动电源，直接拿起来，我们一比较就知道了，一比较知道了。现在有很多很多这样子一款的，但是很多你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，来路不明的。我们摩比亚在网络上完全可以找到，我们的现实上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店铺。来讲一下它的特色，它呢基本上你。可以充电的地方非常非常非常多，来自带两个线，自带两个线，来一个 Type C， 来我到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Type C 的，然后这种是一般那种 iPhone 的头，加上无线充电，直接放上去就可以。再来这里还有一个孔，这两个孔可以干嘛？这个是一个 USB 的，这个是一个 Type C 的孔，你可以自己再额外接线。而且我觉得这很方便，是因为你有些人可能是用那个 Switch， 用 Switch 的线直接不用换头，直接这边插了就可以充了。Switch 的线这边不用换头，直接插了就可以充了。所以基本上它可以直接一次呢就可以充五个不同的地，你可以这个手机呀、耳机呀，然后这个。手表啊，然后这个 Switch 啊等等的五个都可以直接充，都可以直接充。再来呢，自带插头，收起来就带着走，打开来直接哪里到哪里就直接插到哪里。而且呢，大家很多人在出国的时候，因为各个地方的电压不一样，他可能要买那种。转换的头，这个就不用，它直接内建帮你转换好了。所以你出国呢，不管到哪里，电压直接帮你转换，你就不用担心你出去我还要带。所以其实我自己用这一款最方便，就是我出国或是我出去工作出差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再带线跟头了，我就把它当成就是一个充电器可以使用。我喜欢蓝色，真的喜欢，你喜欢蓝色，好好。而且呢，它还有通过台湾安规的安全。各位，买行动电源两个重点要给它啦。第一个，一定要先通过安全检验啦。我们通过台湾的安规安全检验，这是第一款。再来，它有没有保险？来，这边本产品已投保富邦产险，后面太多个零了，大家自己看一下啊。后面是一亿嘛？这里，富邦，这里。来，富邦产险一亿呢，大家买这种行动电源，先看这两个有没有通过安全认证，再来他有没有帮你保保险，两个做到了，再来考虑它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里面刚刚讲到嘛，五个设备都可以直接充，出国电压不用担心了，直接这个帮你保护好，插头直接帮你有了。再来呢，我觉得它这个非常非常贴心，因为。如果大家有买过他牌的这种五合一充电器，他们是没有这个挂钩了。它是什么当做挂钩？它是拿线当做挂钩的。嗯，它等于是这样子嘛，这样子，然后帮你把线当做挂钩了。但是你一定你自己，就算他跟你说是 OK 是安全的，是可以耐重力，你自己也不会想要用它勾着，然后在旁边给它施加重力嘛。所以它只有一个挂钩，你这个可以直接就可以换。挂钩也非常非常方便，一万安培，所以容量也够大。各位跟我一样，你家出去玩出国，你就不用再带这么多的线材了。你那个充手表要一个线，你充手机要一个线，你充游戏机要一个线，你充这个耳机要一个线。今天用这个就直接就可以使用，还有支援这个无线充，而且最棒的是它的无线充也有支援快充。因为一般的这种无线充它是没有支援快充的，这两条线也都有支援快充，两条线都支援快充，无线充也支援快充，自带快充线，自带插头，两个颜色，我们这个姐姐喜欢的这个浅蓝色，嗯，然后另外一位姐姐喜欢什么颜色？嗯，
蓝色。蓝色，哎，大家都喜欢蓝色，我自己也喜欢蓝色，我自己也喜欢蓝色。可怜的粉色，那粉色也是很好看，很缤纷啦，品味很好，很缤纷。浅蓝色跟粉色两个呢？两个，哎，我们今天有这个对不对？来，它的规格来。USB 的输出到 22.5 瓦，无线快充25瓦。各位，你们如果你在这个，如果你们有看到其他的，都可以知道我们做到的速度更快，做到的速度更快，而且还有什么？还有手机支架给大家，自带一个手机支架。再一个手机支架，你要浅一点，要深一点。来，手机支架打开来，手机直接就可以放上去，手机就直接放上去了，放着追剧，放着看戏，放着干嘛，直接架着就可以了。因为如果你们真的有去跟其他品牌做比较的话，它充电更快速，里面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啦。其实一万安培其实差不多一万。因为外面差不多也是一万啦，外面其实差不多，我这个就不用特别跟大家讲，就是很多，但是外面也差不多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有没有全部都自带这个快充，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自己使用的他牌，我自己使用的他牌无线的这个地方就没有支援快充，会很重吗？会很重吗？它这台机器是318克，不会，318克不会到很重。来，小体积大容量，直接小体积小体积318克，318克大概是有什么大家可以手边拿到的东西可以？百克，300克，比应该比那个还要轻了吧？沐浴乳啊、哦，一定比沐浴乳还轻啊，一定比沐浴乳还轻。318克啦，318克，它也是就是这么小一个，来，基本上你只要你出国出差一机搞定，在家里可以使用，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用就是行动电源的地方真的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因为我就沙发离插头太远，我就拿行动电源充了，也是哦，大家都是这样，离插头太远我就拿行动电源充了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再来充行动电源。对。来，推荐给大家，21+1+1